整个月津港周边其实有一条老街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资源。那这老街也因为那个时空的变迁，所以它很多都已经那个颓败，或者是它就封闭了。有这样的期待，就是说月津港灯节有没有可能它变成一个台南的灯节，它可以持续的举办。我们就透过了跟艺术家合作，然后工作室的打开联合的团队，大家一起创造了几个以月亮为主题，然后能够吸引大家去看到的，既是梦幻，可是又跟现场环境做结合的一种场景。一路延伸到老街里头，把一些破败没有人使用的老街的以前的我们想象，以及从现场去观察到去研发出来的主题，包括像依法殿啊、盐水意面等等的那个窗景，都把它做回老街上面。在想的事情是，这个城市的样子其实是我们对它的想象，它当然有很多现实的部分，那可是其实最终还是我们希望这城市变成什么样子。我们无论如何要试图让这个城市长出一些特殊的样子，然后打开它对那个事情想象力的那种勇气，所以可能很有意思的东西它会发生。